然后交往十周年纪念。没有交往。立刻撇清关系。如果我跟他有交往的话，我们两个人等于是 double transform。就是你要先全错，我又要再全错，因为我们两个都是想很多，就是当建文说性别吗？什么意思？我听不懂，我 miss 掉，对不起，因为你在说别的。好，没事。哎呦，我的琴今天声音很不听话哎。今天这边有满。整个场地都是满足，然后我们要先特别谢谢大家今天都买票进来看我们。谢谢。这一场其实我们也算是意外要来表演，待会再跟大家讲。好，这首歌以前。首演的时候，全球首演的时候，也是由黄建文先生在我旁边担任第二版吉他，非常帅气的 solo。今天做了一个新的版本，来，是歌名。Thank you.
师。好帅哦，我都融化了。有伙伴真是好啊。